事儿啊，钱不够我有呢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李万斌他爹这个病，没准是个无底洞。你说他买了这么多套房，最后人栽倒在售楼处，你说说。其实我挺闹心的。李阳的房我没住上，钱我没花着。现在他人躺在 ICU， 我还要大把大把掏医疗费。我自己吃个煎饼果子加个火腿肠都要想半天。其实就像你说的，人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有时候人的长大，可能就是伴随着事与愿违吧。我们只做觉得对的事儿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好的坏的都得接受。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好。拍下那瓶酒就是给那些投资人看的，让他们对我黎光有信心。你是没看媒体发了多少稿子？哎，我这应该属于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范畴吧？当然了。嗯，是深圳那边的情况有点棘手，我们不就是救火队员吗？哪里起火扑哪里啊。嗯，就这样。我来啦。来了。等急了吧？等你是件幸福的事儿。真的？嗯，上去吧，有惊喜。走。嗯。这干嘛呀？天黑请闭眼。干嘛呀？到底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看三环呀？你笑什么呀？请进。这什么地方呀？看看吧。不是我生日吗？也是这间餐厅的名字。喜欢吗？能代替你一喜欢。你的温柔眼神，这间餐厅是很早规划的，只是计划献佛，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敲开你的心门，这奇妙的缘分，值得我奋斗看看我们的大北京。我呢会先去趟国外看看女儿，顺道处理一些公务。年三十回来前要给家人朋友带什么礼物？带你就行了，我等你。等我。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你一分，你的温柔眼神值得我奋不顾身。春运期间客流量大，我和老伴儿来北京上儿子过年来了。大哥，要不你也过来。哎呀，人多热闹啊。爸妈，哎，蓉蓉啊，你们来了。哎，现在火车票不好买吧？还行还行。蓉蓉，嗯，妈看你可是瘦了不少啊。
有吗？我还重了2两呢。没事儿，看着瘦就减肥成功了。我听说过运动减肥，不吃饭减肥，哪有伺候病人减肥？哎，蓉蓉，那个万兵他爸现在什么情况？还在 ICU。还在 ICU。哎呀。